盘点第五人格2018年以来七款梦幻联动蓝皮，有四款只有老玩家才见过，特别是第三款堪比紫皮，可以说他们真的都是很经典的存在。来看下你见过几个。一、幸运儿和律师，疯狂外星人。毁灭吧，赶紧来。没完了吗你？网红呢？没完了吗你？毁灭吧，赶紧来。累了。三小丑，童年烙印。四前锋，外卖员。五勘探员。六条僵尸。七杂技演员。所以，这些梦幻蓝皮，你最喜欢哪个呢？